我的选择只会是你。第二节给会上新老师再来一段话。我觉得爱是需要被传达出来的，因为把爱藏在心底永远都只能感动自己。所以我们来见你，来表达我们的热情，我们给你写信去表达对你的爱意。我们全体小妖依然在此沉默，三年只是起步，未来我们一直都会陪着你的，我们会陪你到底的。你跨过人山人海奔向我一路跌跌撞撞跑向你这一刻。